这个同业，还有我们台硕，另外的话是我们土地开发公司啊董事长，一个字来形容叫秋高。所以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，在立森县长上任之后，他念之在之的，我们经常都听得到，就是说在我们这。那我刚刚坐在位置上，我这样往前一看，哇，这一幅美丽的风光，我们竟然可以看到竹林。所以我们万隆天线电缆其实就像是在我们乡间的一处隐形冠军。那刚刚董事长。非常棒的基础，我想玩英雄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南北这个三地的话是大家的最爱，所以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，在立森县长上任之后，他念之在之的，我们经常都听得到，就是说在我们整体上面，我们怎么如何融工商并进，那尤其在商业方面的话，我们怎么经常万隆这样子的比如说像 Google， 比如说像这个商品可以进来，都是因为前人种树。